你们可以称呼我阿凯。阿凯 ，OK。今天也指派任务哦，就是来登我们平溪最有名的这个孝子山。其实你不是，你有穿成人纸尿布吗？小孩吗？不，我靠海。哦，但我也不会，不太会游泳。他是穆斯林的。对啊，那我应该，我也要。那我也觉得我可以啊。那要加油哦，还要加油。加油，那我很好。哎，你没有跪下吗？没有。我为什么要跪？当孝女。哎，其实比攀岩简单哎。对啊，这里有一点落差哦。哦，往下的感觉比较难，我会想要溜下去。哦，你可以往左边看。这个还行，是树。哎，还好啊。真的还好哇，来了，开始辽阔了，广阔的山林，刚刚一切都值得了，已经赐给我力量了。刚刚没有很难，对啊，我想 OK， 因为我觉得是因为它其实手脚并用，还可以拉绳子。可是等一下，我刚刚看到这个有一个铁梯耶，感觉又更陡了。走走走，哎，可是还好都有这个可以让我可以扶，有没有？超级轻松的啦。还好石头蛮干的。好了。哦，这个是最难的吧？就是这个。哇，镂空的铁梯，真的很像来修行的道路哎。哎，可是不是这个下来好像很恐怖哎。对啊，这个上去是还好，但你往下的时候怎么办？哎，这个我不敢往下看，这里太很陡的感觉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哎，这里，这里有点太陡了吧？哇！哇！完蛋了，完蛋了！我发现我有点害怕。往下，加油！哇！可以的。我没有办法往后看哎。哎，这个很恐怖哎。我死命都要爬完这条，啊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哇，可以，还好，不要去管身外之物，我学到了，走这一条的就是注重于自己就好了，好恐怖啊！哇，这里好陡哦 ！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啊 ，sorry， 你可以的，哇，哇，加油加油！等一下，你太高了吧？上来了，哇，哟，以前都只爬过上山的六巨石，我不知道登顶，原来是这种感觉，也太陡了吧！然后我闭着眼睛。我只能听到方云跟阿乐说：“姐姐，你可以的，你一定可以。”我想说，我没有那么烂吧，我不可能停在这里，然后放弃说回头吧。然后我就硬盯着头皮把它走完，走到山顶，才发现，其实很多事情都没有那么可怕嘛。你去试了，你知道别人可以，你也可以的吧？要相信一下自己啦。到这里。